好，其实呢，可以看到现场的画面哦，大家都非常的觉得很激动啊，而且也很开心。他们的表演真的是非常的精彩，超高的人气呢。其实在这个礼拜四也会举行音乐会。我去了解啊，所有的售票呢已经卖一空，只剩下轮椅席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如果等一下打卡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